小雨，接招！别烦我！哼，你怎么着？你这日子不想过了是怎么着？别烦我！怎么了，小雨？心情不好啊？为什么呀？你都知道了还问，这不明摆着吗？嘿，明摆着什么呀？我知道什么呀？我一没和你抢卫生巾，二没偷吃你的冰激凌。是不是小雪得罪你了？朵朵，二胖，那到底是谁得罪你啦？没人得罪我。不是，哎呀，小雨，有什么事儿呢？你就跟你哥我说啊，没事的，别生气啊。是那瓶神秘三号香水的事儿。是，哈哈，我闹什么事儿呢？切。你听着，老妈和小雪以为我送张老师那瓶是从家里拿的呢。这还不好办，你让你亲妈给你作证，实在不行呢，就让那个香港快递公司给你作证，这人证物证都有了，不就好说了吗？哎，看来只有给我亲妈打电话了，真没面子。玛丽，小雨在吗？啊、哦，我不知道，想孩子了是吧？小雨，小雪，小雪，小雨在吗？小雨不在呀。啊，妈妈来了。啊、哦，妈来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给小雨做证明啊。证明？证什么明啊？这神秘三号的事儿啊，我都知道了。喏，这是香港代理公司的发票啊，这是快递公司的送货单，你看清楚了。我收到这个货的日期是教师节的前一天。玛丽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其实小雨说的话我们都信，这肯定是个误会。你说是误会，那你误会的是谁呀？误会的是小雨啊。这怎么可能是误会呢？如果是误会，小雨就不会给我打电话了。我们小雨啊，是受了委屈才给我打电话的。这不管怎么说，后妈和亲妈她就是不一样。妈，不用您想的那样，小雨那压力啊是我给的，因为主要是这事情来得太巧了，所以您知道吧？嗨，玛丽，是孩子小，让他受这种委屈是不合适，回头我给他解释啊，我跟他道个歉都行。得了，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啊，你回头呢也告诉小雨一下啊。受了什么委屈就给我打电话啊！行，那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走了，哎，好嘞，嗯，送送吧。哎，好，我送你。再见啊，玛丽。好，再见。没事来玩。小雨，这个送老师了，那我那瓶哪儿去了？我回来啦，妈妈回来啦。嘿，都没放学呢，不锁了。嗨嗨，你怎么跑我们家来了？嗯，我给你们家那个抽水马桶安了个节水阀。嗯，哎，胡一统啊，哎，我们家没有人委托你做这事儿吧？我呀买了两个，想给杨鑫他们家安一个，可这东西不太好骨头，我就先给你们家安上一个，先试试。嗨，合着你技术不过关，先在我们家练练手。哦哦哦！啊，刘梅啊，你这么说可就没劲了。我好心好意给你们家安一节水阀，为了省点水，省点钱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谢谢你，行吗？安完了吗？安完了。走吧。杨鑫还没下班呢，他们家没人，我进不去，我在这儿等着。他们家没，他们家没人，你进不去；我们家没人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有你们家钥匙啊。哪来的？刘星给我配的。啊？
啊？不，就是那个，我不是经常在这儿等杨欣下班吗？哈，老跟刘星借钥匙，这个刘星嫌烦，就给我配了一把。胡一统，啊，你可真不拿自个儿当外人。我本来就不是外人啊，你想想，这都是缘分啊。哎，谁跟你有缘分呢？怎么没缘分啊？啊，我到这小区来干什么？来找刘星。如果我没有这机会，我怎么能认识杨欣呢？啊，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胡一统，你追求杨欣我们没意见，但你不能自个儿就进来了，你这叫私闯民宅，知道吗？这刘星这胆儿也忒大了，居然私自给你配钥匙。没办法呀，谁让刘星是我儿子呢？再者说了，我到你们家来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还能帮着干点杂活什么的，你没有理由不欢迎我呀，是不是？嘿，我还得欢迎你。哎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杨欣该下班了，我该走了，该到他们家去按这铁水阀去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也试试抽水马桶，好使不好使啊？一定节水，一定省钱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要环保用啊。刘姐，哎呦，刚吃完饭吧，我帮你一起收拾。哎，千万别，千万，马上就完了，你先坐那，一会儿我陪你说话。好。哎呀妈，小雨呢？我要找他玩。你找小雨啊？他在房间呢，你去找他玩吧。啊，淘淘，别太淘气啊，听话。阿姨您坐。好。杨欣。哎。胡一统走了吗？刘姐。你也知道他来过啊？我不光知道他来过，我还知道他在你们家那抽水马桶里安了一个节水阀，是不是？老胡这个人挺热情的，而且特别有亲和力。阿姨，那个您喜欢看什么台自己选。哦，好，我给您倒点水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小雪。我发现一个秘密。什么？杨阿姨身上的味道跟神秘三号的味道一样。是吗？真的，不信您自己过去闻闻，她耳朵后面的味道最明显。哎，神秘三号什么味儿来着？您房间不是有一瓶小雨要送给老师的吗？您先拿那个闻闻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杨欣，你先坐着啊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，哎。没有头屑。哟，你这看什么呢？啊？广告啊！哦，广告啊！啊，你也喜欢看广告哈？我喜欢。啊，雅姐，我问你件事儿行吗？刘姐，啊，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嘛。我还真有点不是太好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啊？是，我恋爱了。对方就是你前夫老胡。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我要问的不是这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啊？那你脖子上抹的是什么香水啊？这香水的质量真是太好了，我早晨涂的，到现在你还能闻到呢。是，你一定觉得这味道你特别熟吧，刘杰？是啊，刘杰，走啊，去我们家啊，你亲眼看看，你就全明白了。是，哎，这。上你们家。
神秘三号，你哪儿来的？教师节的前一天啊，是我生日哦。这是老胡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啊啊，刘姐啊，你不知道，那天我在你们家看见老夏送给你的这份生日礼物，你不知道啊，当时我羡慕的要命，我就想，要是有一天能有一个人他也送我一份这样的礼物，我，刘姐，其实我对老胡早就有好感。老胡这个人，对人热情，对生活有追求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很有内涵。和有内涵的人在一起生活，你永远都不会觉得乏味。啊，那倒是，确实跟他生活在一起不会乏味。对。不过老胡跟你说过吗？就是送你的这个香水他是在哪儿买的？哦，老胡说了，这神秘三号也是他托人从法国特意带回来的。是吧？那么巧哈。那我得走了，家里还没收拾完呢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刘姐，哎呦，对不起，你看，真是的，这个呀，长得跟我的那一样，我就稀里糊涂以为自个儿的，对不起啊，我走了。放心，淘淘在我那玩，回头我让小雪给送回来。好的，再见。我很快乐吗？我没事了，你有事了。你说有什么事儿？你的泪光柔柔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勾出过光，夜太漫长凝结成的霜，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？是你，是你，还是你？我绝望什么呀？据我的分析，那篇神秘三号肯定是胡叔叔拿走的。你想，老妈要是回来找不着胡叔叔撒气，那得找谁撒气啊？找你撒气。我感觉到妈的脚步声很近，越来越近。啊，怎么了？我的预感不会这么准吧？说什么呢你？我正式通知你们啊，我已经知道神秘三号的下落了。哎呀，真是姑父不负有心人呐！您都找了三天了，要是再找不着啊，真对不起您了。这事跟我没关系了，耶！妈，您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？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肯定在杨阿姨那儿。太对，耶！但是。啊，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胡叔叔给他的。啊什么啊？东西确实在杨新阿姨那儿，但是罪魁祸首就是你爸爸。啊，那你是说我爸手脚不干净？啊，那你会不会也有这种遗传啊？我得跟你数数我的零花钱去。小雨，你别污蔑我。妈，您这么说您得有证据啊。您要什么证据啊？
我，你是不是经常把咱家的钥匙借给他呀？你是不是今儿下午还给他配了一把？是不是吧？啊？哎呀，不是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啊，你给你爸弄把钥匙，你爸就在咱家没人的时候自由自在在咱家到处乱转悠都没事儿。我爸不没事就上咱家找我来吗？我都烦了，所以就给他弄一把呗。啊，谁让你烦你就给谁弄把咱家钥匙，行吗？能这么干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跟你爸说好了，我必须要当面跟他谈一次，我请他明天来一趟，在这之前你不许见他，省得你通风报信儿。怎么会呢？我胳膊肘怎么会往外拐呢？小雨，小雨，你离婚前少没少啊？你必须还我清白，小雨。胡一统，哎，谁呀？哦，又早来了你？没早来，我也是刚到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咱先放一边，你先把另一件事给我办了。把什么事儿办了？把我们家房门钥匙交出来。刘美，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，凭什么呀？你拿着我们家钥匙，然后就没事就进我们家来。在各个房间里跟幽灵似的，来无踪去无影的，然后又出去了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刘梅，我保证在一个星期之内把钥匙还给你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得一个星期？凭什么那么长时间啊？因为在一个星期之内，我就知道杨欣能否给我配一把他们家的钥匙。哎，我们这小区就这么好啊？刘梅，说话不要那么刻薄好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在你们小区旁边神州公司啊有单大业务，马上就要谈成了，我得时刻盯着他们。我不能老去咖啡厅啊，那地方太贵，还不能躺着。行了行了，你啊，哟，哎，刘江，哎呦，您来的还挺准时哈。啊，你爸最近调咱家上班来了。行了，你不是就是要说那瓶香水的事儿吗？说吧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这事儿啊？你不是要给我一次辩护的机会吗？刘星，我不让你给你爸通风报信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这不是先让我爸有一个思想准备吗？得了，不要拿孩子撒气了啊！有话冲我说啊！对对对对，你们先谈着，我先回避了啊。那你说吧，你既然已经知道我要问这事儿了，你就给我解释解释到底怎么回事。事情是这样的。这瓶香水啊，是夏东海送的。嗯，回来了，又胡叔来了。啊，好好好。妈，您是不是正给胡叔辩护的机会啊？去去去，小孩少插嘴大人的事，回屋做功课去。这回明白了吧？我是冤枉的。明白什么了？不可能，夏东海出差了，怎么会送你香水啊？他什么时候出的差呀？教师节前一天，就是啊，他就是那天送的我呀，啊，然后我就把他转送给杨欣了。不可能，那凭什么杨欣说了，说你跟他说的这香水是你托人从法国给带回来的？你也是女人，这个善意的谎言你能不懂吗？我要真说是夏东海送的，那多没面子呀。才不信呢，夏东海把香水送我了，然后再转送给你，也不跟我打招呼。你不信？你不信我给老夏打电话。哎，老夏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管不管呀？你媳妇都欺负我，就那香水啊。马上就到啊！哎，好，省点电话费吧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事情的真相，你马上就会知道的。妹妹，刘星，小雨，来来来，出事儿了！别急，我知道出事儿了。
梅梅，梅梅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回事啊你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，我跟你说啊。嗯。你的那瓶香水确实是我拿给老胡的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看我这冤枉他劲儿的。我这不是出差走得急吗？我一想，反正你也不着急用，老胡呢，他特着急，咱这不是成人之美吗？而且啊，当初我让小峰的老婆从法国一下就带了两瓶，一瓶放在了单位，一瓶给了你。我这不刚回来，连家都没回，直接就去了单位，把这瓶给你拿回来了，不生气了吧？当初你买的是两瓶啊，一瓶放办公室了，嗯，另一瓶送给我啊。对，那你放办公室的这瓶本来打算要送谁呀？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你就买了一瓶啊。我夏东海，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，你这瓶本来打算要送谁？哎，我那个什么，你那个，我告诉你夏东海，你别胡说。什么意思哈？家庭翻脸之必备良药。做什么？嗯，唱歌。One time。耶耶耶。DJ boy。啊？啥 ？1, 2, 3, go！ 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梦一样。小小肩膀，大大书包，想要上学堂。怎么做？